中国我属柴曲芳，快跑棺材来了，在霓虹的都市，在灰暗的小镇上，在泛舟的河面，在简陋的床板上，从古到今，多少中国女子卖身为娼，合法上掬一朵白色栀子花，袖口上甩去花样，叫一声爷来了，便把你拽进灯光暧昧的这个房。他们陪你拆船喝酒，他们哼唱色情小调，他们还擅长按摩推拿，满足男人各种变态的需要，宽衣改带，把你带入花镜声响，鸳鸯浴双飞燕，失去各种销魂的花招，眼里摄取眼里的火花，直抵九天云霄。这是销魂快活时，忽听一声惊叫，快跑棺材来了，从天上跌到地下。在这个几经倡导的国家，皇帝有时下令要整顿纲纪风化。